内的保养啊，会吃一些黑豆啦、纳豆啦，这些比较大家不喜欢吃的东西，香菜啦，对，香菜抗癌啊，各位，对对对，芋头加火锅等等的，这些都是我很爱的一些食品。赞啊，我们今天来是个 BB Lab， 我一个品牌的代言活动这样子。然后刚刚说到不能跳，就真的现在没办法跳。跳、哦、要练啦、啊，他们毕竟他们是从节目一开始。我之前男团也有跳。我们那叫跳是不是，我们那叫做带动唱，但是也不错啦。就是我觉得每次看到这些舞台，我都会燃起一个蛮热血的心，所以想要在接下来的专辑至少来玩一下这样。怎样的玩？怎么样玩？可能可以跟某些唱跳的可能女歌手啊或男歌手一起比这样子，那我就理所当然必须要跳，然后不是为了跳而跳这样。我还以为你是受伤。受伤哦，其实身上的伤其实算是不少，其实觉得保养这件事情真的蛮重要的，所以不管是在任何时候，我觉得找到自己适当的保养方式是很重要一门功课啊。因为现在男生女生都会化妆嘛，所以你的清洁也好啊，你的保养都好，在生活当中的细节可以去挑选自己的产品。那我自己用了他们的产品确实是感触蛮多的，因为它吸收力真的很好，你就是插下去马上就有感觉，它就是进到你的皮肤里，真的是很好用，所以才会跟他们合作有一阵这么一阵子这样。体内的保养啊，会吃一些黑豆啦、纳豆啦，这些比较大家不喜欢吃的东西，香菜啦，对，香菜抗癌啊，各位，对对对，芋头加火锅等等的，这些都是我很爱的一些食品。赞，对，不要挑食，我觉得不挑食对身体最好，因为身体其实会自然去挑选你喜欢的东西，然后去选择你想要需要用到的营养成分，这样跟我们选保养品是一样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